民团体拆粮行动发起罢免基隆市长谢国梁，今天下午针对联署书正本营本数量不同的疏漏，将补件送交基隆市选委会。同时，行动发言人李彦荣也表示，将持续修建到第二阶段确定过关为止。除了作为可能需要补件的备用，也要为第三阶段投票奠定基础。根据时事大数据网站网络温度计调查，谢国梁近两个月的声量高点分别落在6月29号拆粮行动举行大型公民开讲，以及7月7号国民党战斗蓝赴基隆替谢国梁站台这两天。但拆粮行动的声量明显高于蓝营顾梁。深入观察还可以发现，谢国梁整体声量负面比正面高出近22%。而针对上午立院未修选罢法，朝野再度爆发激烈肢体冲突，国会战场以及蓝委助攻是否会进一步炒热罢免话题，稍早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做出最新回应。我支持国梁市长，他在这段期间推动很多的施政，也将基隆市往好的方向来进行改变，所以只要国梁市长有需要，我都会很愿意表达支持。蓝营从上到下全党力挺，但战斗蓝基隆宣讲引发的争议仍持续延烧，包括赵少康喊出要反制恶意罢免，认为相关行动毫无道理，是民进党刻意制造对立，以及场边有挺拆粮者遭到警方强势驱离等。不少网友就质疑国民党利用远警当打手是先前 NET 事件翻版，更表示无法理解何谓反罢免，质疑难道连市政不佳，人民也没有权力行动吗？还有当地民众忍不住嘲讽，一群外地人到现场告诉基隆人不要罢免市政，根本创造了新的都市传说。记者黄新雅整理报道。